白端部落办理一年一次的传统婴儿祭仪，耆老一一的来为婴儿祈福加持，并且戴上了意义串成的项链，祈求婴儿平安长大。卓溪乡公所特别赠送了编织的被篮、婴儿背巾以及一条猪腿等礼物给家长。小朋友可爱的双眼看着耆老，白端部落正在办理一年一次传统婴儿的祭仪。耆老一一为婴儿祈福加持，并戴上意义串成的项链，祈求婴儿平安长大。朋友一出生就得到祝福，真的做爸妈的真的很开心，尤其是今天还有这么多人过来这样子，对，所以真的蛮开心的。然后小朋友就是得到全乡，应该是这应该的来讲是全乡的祝福啊。为了让来参与的家长跟孩子有更好的回忆，公所特别赠送藤编杯篮、婴儿杯巾以及一条猪腿等礼物送给家长。猪腿一只，然后还有那个公所发的那个送的那个杯巾，杯巾，嘿。就蛮有纪念价值的。布农的婴儿祭在这一天，部落族人可以由一家去到一家，沾沾喜气，而部落族人也得以利用这个时候联络感情，女方家族亲友会聚集为新生儿祝福，并赠送祝福项链。记者高双双卓溪乡采访报道。